谁在外面呢？进来，来，我看看，来。哎呀，你哪来啦？干啥来啦？啊？哦，要吃这个兔儿裹牛肉啊，是吗？啊，是啊，好，妈妈给吃啊，进屋一起吃。你看，豆儿做等好了，进去。哎，好，坐齐了，你俩一起吃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今天宝贝吃的是去了毛的兔耳朵裹着牛肉，兔耳朵裹着牛肉，牛肉是真材实料，看得见的。我宝贝大口吃肉，越嚼越香。这个兔耳朵磨牙耐咬，是洁齿的好帮手。洁齿磨牙，宝贝口腔更健康。看看你俩谁能抢啊？一二，哎呀，还是点点厉害哈！来，妈给豆一个啊，吃吧，吃吧，点点它不能抢啊。